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好，谢谢大家一直坚持，也要感谢主能够努力不懈。我们今天进入到这个第五堂课，然后有一些在我们进入新东西前，我们先问大家有没有什么要 review 的没有？没有要 review。不是，有没有问题？没有，先问的是大家简单的问题。他们有问题，是乐理自学指南41页开始有些问题，但是学过的。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上次咱们上次学的那个大和弦。大三和弦，对。大三和弦。嗯。然后你不说它有一个就是换位，转位。今天会讲。就是一定要转，还是说什么情况下转？然后。方便手指的灵活性，今天会讲和弦，今天会讲转位。转位是为了方便你，方便你弹，方便弹的人。对，所以像你看上次我们讲的，如果是哆咪嗦，咪嗦哆嗦哆咪，哦，但是你一首歌里面，比如说你任何的歌曲，它上面的那个和弦不会只是 C 和弦，它还有什么 D 和弦、F 和弦啊，对不对？各种不同的和弦，所以你一定要看那首歌，比如说它第一小节是 C 和弦，第二小节就马上就改成 F 和弦了，所以你就第一这个 C 和弦跟 F 和弦之间它的位置哪一个方便你弹是最重要。所以你看一首歌，比如说我们随便有一首歌，然后比如说它第一小节，我是给举例哈，对啊，这个比如说这第一小节第二小节，对不对？比如说第一小节给了你一个 C 和弦，然后这边马上给你一个 F 和弦，或者是马上这边又给你一个 G 和弦，对不对？或者是这边又给你一个 A 然后一个 D 在这里，那你这个的话，你这个就有选择啦。 C 和弦的选择是你可以选135、哦，可以是135，然后它也是什么351，对吧？偶尔513，对不对？那这个 F 呢？ F 的话是什么？146，偶尔461，偶尔614，对不对？那还有，那下面还有一个 G 嘞 ，G 和弦，所以在你的脑袋里面就是257，对吧？然后是什么？572。572，偶尔752，啊，725，对吧？所以在你的脑袋里面，你就已经从这些当中，你就要马上决定，因为你弹，人家没办法等你的，对吧？然后这边44的话，等一下，让我讲完哈，44，所以你这123，你弹的哆咪嗦，123是下一个人家不等你的，马上要到 F 了，那 F 哪一个离你最近？哆发拉是最近，因为你前面已经哆咪嗦了，对不对？所以你这哆发拉是离你最近的，哆发拉离你最近了，你前面已经弹了哆咪嗦了，然后你马上下一个就是得下面就是鸡了，所以你的位置你是在这里啊，然后哆发拉，那你要选哪一个离你最近？佛鸡哪一个组合最近？瑞收西，对对对对对吧？所以这个就是你要决定的，你有很多种弹法。你可以弹，你也可以不一定要弹，你可以来找咪嗦，然后或者是弹那个法拉多啊，喜悦的时候你也可以这样，但是你跳来跳去你烦死了，没有时间给跳，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呀、啊。你要说今天会脑子都没反应过来什么那个咪嗦哆啊那种另外的组合，我们好像现在不是你可以现在不知道，你先选择就好像弹指法一样，你现在有歌手把那个。他要怎么弹的？你先写这里，你记上面的歌谱里面哦。这里是哆咪嗦，这里我先当着做小抄。对，做小抄，对。你先有这个基础，你不要说选择我要跳来跳去，先做好一个257，然后慢慢的以后过几个班你就不用这个了，你就熟了。对，一开始一定是要这样做。特别是很 tricky 的，所以就是我也不记得的，很少用的。如果出现的话，你就直接小抄写下去，对，然后你就不用去。但是你多弹了以后，你每天都在练，天天都在看着那个黑白键，你那时间长了，你一定熟了。我们这些人就是这样弹出来的，天天都在弹。
如果反过来，如果比如说 你因为原因你弹的西弹的米索多的话，如果 F 的时候你弹，你会选择哪一个？可能法拉多会方便，对对对，顺就过不去了。对，就是这种选择都是自己自由，没有说一定，但是只是方便。对，那手指的，如果跳得太厉害的话，我的经验说，还是一上你这里，回去的时候你可能乱，一上你回去找不回来，跳太远了。但是弹出来的那个好听的，对呀，这个效果有什么？那个是时间长了以后，当你很会变换，那当然就不一样了，差得很远了。那个像这种大三和弦有三个可能性，你除了先写小抄，到后来是用背的了吗？就是这个三个这个变化。对，基本上在你脑子里面，你一看到 C 你就知道不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么回事。这个是看时间了，好像第一堂课在讲嘛，叫你来一个音。是哪一个你都可能要去思考，你说啊 F A C E， 到现在你第四堂第五堂课你不用去思考一样，所以你一样，上次的你说什么和弦什么三啊三个音你会想，所以但是再过了就不用，所以没有刻意去想背它这种事情。那要问大师兄，大师兄最有经验，就是练多就是，就是多练没有别的。所以现在就是我留意你们的那个 video 里面，你们就用一二三个手指。对呀、啊，他就是他一定是。对，我最初我是用一三五的。我也是一三五的。对，那其实都没关系。Doesn't matter， 你怎么弹 comfortable， it's up to you， yeah。Just make sure 你是 comfortable， 对对 ，yeah。一二三，对，对，熟练的话，我就觉得，因为这个第五指没那么力啊，力度不对，而且特别是将来你要练四个音七和弦的时候，如果你用这三个以后，四和弦之后你要换手指，如果用这三个，我七和弦第四和弦我可以再多一个出来，就有一个多出来，我就你要，我都跟你一二三。他是用一三，其实这样很累耶，这三个手指头不会累，随便了，你用一，那你一二四啊，有些一二四比较也可以，对，一二四也可以，对对，手指 ，OK， 可能这都可以。你们怎么弹，怎么舒服怎么弹，因为你不是科班的，我不会那么严格。我自己是科班出身的，那老师科班都很厉害的，科班就是说 classical 的那个从小就学的那种。那他就是谱上面怎么说你就得怎么样，对，那你他那个指法都很严谨的，对。但是我们这种是成人课，我没必要要求你们这种方面，对吧？对，所以我为什么成人的话，我会说你怎么样 comfortable， 怎么样舒服弹你就怎么弹，对对。但是你就是 make sure， 就是我们会把该说的都说，所以你就知道该怎么做，对。给复习一下和弦，请同学出来。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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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如果你需要用琴，你可以到我这里来。哆咪嗦嗦，标一的哆咪嗦，就是你标音，标它的标标音名，音名再标那个标出结果的。一的哆咪嗦，右边，击上。写出它那个点。这个要记，这个要记啊，就是一，以后你就说转一就去
去敲下去。对。哎，你同学，不是做前三，是隔一个，隔一个，隔一个。对了，所以你看到它的这个规律，如果是正位，正位是没有转位的话，一定是三五七一四六一一三五二四六。这个弹法手是怎么放的？也是三个手。三个手，我这样弹，可以一二四。指法可以一二四，对，但是弹出来就是哆咪嗦一的哆咪嗦，一调的哆咪嗦，对不对？它一个填补的话，一定是就是规律是隔一个音，升降会要调整。OK， 出来就哪一位同学出来？刘全。A 调的哆咪嗦，没有。其实考来考去就是在考你。乐理自学指南32、33页，就是在考你那些东西，所以我一直都讲那个是最重要的，整个乐理自学指南最重要的就是那两页，乐理自学指南32、33。所以 A 是 A C sharp 跟 E， 规律其实你看规律的六一定是隔一个六七。要到一了，一隔了一个二就到三，所以这规律都太多事情，以及升降要调整一下，那就是最重要的部分了。升降、啊、先讲完了。 OK， 还再出来一个同学，哪一位要出来的？ Chris， 好，接一个了。为什么我的男人？F sharp， F sharp， F sharp， 你们自己做一下 F sharp 的三和弦是怎么样 ？F sharp 没教过了，上里面没教过了。F sharp 是哆。F sharp。可以借我那个琴。没有，他自己琴。这个还没教吧？没教过，但是你要讲过。我知道 F 是 sharp 要升什么？你要想办法了。F sharp 教过 ，F sharp 的和弦是。我再下一次升 F 吗 ？F sharp 升 F 对、啊。哦，所以和弦也是这种意思喽。对。哦，是 F sharp 的哆咪嗦。F sharp 的哆咪嗦。对。所以你要训练到你自己。我们一告诉你 F sharp 的哆咪嗦，你就马上在琴上面。就知道是这个。其他的不重吗 ？F 是这样子的。F sharp 的哆咪嗦了。F sharp 的哆咪嗦，你弹出来是哆咪嗦吗？你可以在琴上面试试。如果你这样子弹出来是它的哆咪嗦吗？你可以在琴。这声音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快的方法有，当然有了。到琴上，你先去弹琴。哎，来弹琴，一试就知道了。本来是这样子的。对。情商是啦，啊，全黑键吗？
教你方法。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你就马上在琴上一试，你就知道了。对。所以有的同学很厉害，他一看到老师出这个，马上就在琴上试，一试马上就出来了。嗯，就这个就是为什么要你多弹的原因啊！你要多弹，你马上知道这位置在哪里。对。OK， 对了，所以 F sharp 就是 F sharp、A sharp、C sharp 就是黑键。那有方法怎么推？先从你知道的再推起。F 是什么 ？F 是461对吧 ？F sharp 呢？全部 sharp 开，升一下。所以他就是把它 F A C 全部刷开一下，我再说，就把它全部都提升一个，然后你就是四刷六刷一刷。但是你不一定的，你 F sharp 你正好这个是 F sharp 三个都 sharp， 但是比如说像 B flat 它就不是每个都 flat。不是每个的， yeah. 就是你任何东西你都把同时，因为它 sharp 嘛，它如果 flat 也一样，同时都三个都 flat 上来，或者三个都降半音、升半音。那可能是调整的就平衡。那只要是 G sharp 就跟 G 的三个就全部三个都 sharp 吗？没错了，对。没有啊，但 G sharp 不是。不是，三个都 sharp， 不是说三个变成 sharp， 三个都升半音，它变成我那种那样。哦，升半音，三个都升半音，对，要讲清楚。那举个例子啦 ，OK 刚才说过吗？一，刚才一什么？一。手很难，先对弹是很难的，一先一什么怎么一什么，你刚才说过了，第二次，第二次，三五下七，对吧？刚才说过了吧？一是一 G flat， 所以它是三五七，对不对？五上七，这个做过的，知道的。那如果 E flat 呢？每一个音降半音，所以 E 变成什么 ？E flat G G sharp 变成什么 ？G B 变成什么 ？B flat。你们因为听他讲，我就最不喜欢这种用脑力的，就跟琴。我管他讲什么，你随便给我出一个，然后 A sharp， 对啊，没有，然后 G sharp，A sharp，OK，、okay? 就你看都不用看，你要训练到这样 ，OK， 因为这个是键盘班，我要你弹，所以不要像他们那些读书的人一天到晚都在想来想去，这不行的 ，OK， 太慢了。你听我，你会全部到那个。对，听他的他会琢磨到基础原理。总之你说听你就花很多时间去听，但我做完这个以后，你知道所有任何和弦你都来不了，你都可以推出来，然后再去弹。那当然推完以后，你知道怎么弹了，要去就说弹。但是你说会是有问题。所以等以后学到一个地步，比如说要考试啦什么，你会在谱上先自己写这三个降完或升完。因为考试是 open book。没有，我说在弹有琴也是 open， 琴也是让你。你一般会先写吗？你会弹个一，然后你弹完了一，再来哦调一下，也可以啊。把在弹歌的时候，你调完你会先写下是哪三个吗？还是你、就是、不熟的话就要写下来。就说那很你弹一个很 tricky 的，很少见到的，你可能是不会写下来。如果常常用的你就。对，我到现在有的我还会写下来，但是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我们和弦还会教很多什么 diminish 啊，好、啊、就是减和弦啊，加减和弦啊，还有增和弦啊，后面还会讲的那些难的，通常有的时候真的像我们好多年的，有的时候还会要写下来的，但是像这种简单的就不用了，简单就不用了，对，复杂的你记不住的，对，很少见到的，对，都要写下来。像简单的，就像我刚刚讲的，我是 expect， 我是期待你们每一个人像简单的，我说 do mi so， 你马上知道在哪里，看都不用看。我说 F， 你马上知道 F 在哪里，哦，就是这些很简单的。我说 G 和弦，你马上就知道 G 和弦在哪里，连想都不用想。哦，就是这堂课结束以后，最起码这些简单的你就马上知道在哪里这样子。但是那些难的，当然你还是需要写啊，是这样。因为你要不然你没办法弹呢、啊，
你不是期中考还要弹歌嘛，期末考还要弹，所以像什么 C 调、D 调、F 调、G 调这四个调，还有 A 调，就是差不多最多就到三个升号的，三个降号的，我们是期望你在这堂课完毕的时候都会开始熟，最起码熟练那个位置在哪里，这样可以吗？好，还有再考几个，再考几个，嗯，学员出来了，学员出来接受挑战，可以用琴，可以再琴上面，然后出一个 E flat， B flat， 你们大家可以在上面记做一下，因为 B flat 是什么？它是这常用的，刚才讲的 E flat 这个和弦常用的 ，B flat 也常用的，就是三个 flat 以内常用，是很少用的这个。一二四，不是这个弹，这个一定会转位的 ，B flat 会转位的，不是用弹去正位，正位上来弹。就一二四，手指。这个，它倒在这儿的话，它就弹这个。哎，你会到琴上面来看。不是，你会弹转位 ，B 转位 ，B flat， 弹琴 ，B flat。OK， 前后一定有 B 在这儿，现在怎么办？一定是 F。你比他呀，不会做错的。所以为什么转换就是灵活性，跟前后的关系。手好粗。你们现在做一下 B B flat 的吗？然后还差一个。做到了吗？所以这个一二四，所以这个会弹到这个，从这个三个手指弹，会用弹这个转位会更多。指法用第一个指母，第二个跟第四个。今天我这一次我下一次弹这个 F 调的歌，就会出现这个和弦。
这歌就唱。OK， 再谁要出来做一个，再做一个，我们就讲后下面。金姐要不要？啊？这是讲过了，出来过了吗？嗯，可以。你出来。你来吧。来。加油加油。哦，琴也可以啊，你们自己坐上面 A flat， 现在很少用 A flat， 比较少，哎，也有，也有 A flat 也有。用 A flat， 你用 A flat 开始弹哆咪嗦，听出来或者推出来也很好。或者从 A 开始 ，A 比较熟的 ，A 是 A C sharp E， 就把它全部降一个。用这个方法 ，A sharp， 全部都降一个，降半音。OK， 好了，那和弦就今天。复习到这里，然后今天要教新课，新的东西。音程和音级，47页43、44。先讲那个自学者的先。OK。好，自学者。那是41页。41页。好。所以我们今天从乐理自学指南。继续往下走了，所以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到今天为止，这第五堂课你已经到什么程度了，然后我们老师对你的期待是到什么程度，就是刚刚我讲的，我一讲说西和弦，或者是说你给你一首歌要弹那个西和弦，你要马上知道是哆咪嗦，位置在哪里，不是哆咪嗦就是他的咪嗦哆或者他的手哆咪，那如果是 F 和弦，你就马上知道在琴上是他的法拉哆，就是 FAC。或者是它的拉哆发，就是 A C F， 或者是 C F A， 就是它的转位。哦、你一定要训练自己，就是那一些，尤其是三个升号以下的，就是三个升号，或是两个升号，或是一个升号，或是三个降号，两个降号，一个降号的这六个，你一定要搞清楚，特别是为了你的期中考试，要不然的话你没办法弹歌，因为你。我们要求你弹的那些歌曲里面最起码都是三个升号或者三个降号以下的，好，所以你一定要掌握这六个和弦。你会期末考？期末考那就更多了。
期末考就四个和弦，四个升号，四个降号。没有，其实不急，但是六个和弦的，没有按我经验，你应该先，你最重要掌握的是 C D E F G A。没有，是吗？那这还有一个 E flat。对呀、啊。这个 E flat 只六个哈。然后 F G， 然后 A B flat B flat 这几个 ，E flat B flat， 对，这几个要。对。C D E flat。E F G A B flat。